我以前是胖到没有内裤可以穿。搞笑艺人玛丽亚以傻妞女丑形象闯荡演艺圈，更常拿自己身材开玩笑。不过现在的她，哎，玛丽亚，天哪，本人吗？啊，对，怎么腰变这么瘦，腿这么细？对，到底怎么变瘦的？因为呢，我2019年的新目标就是要出血征集，麻烦各位金主打这支电话。鹅蛋脸、尖下巴更凸显出精致的五官，浓纤合度的身材，穿上紧身洋装，曲线毕露。艺人玛丽亚上购物台现身说法，靠着升温燃脂法，在3个星期内就瘦下将近5公斤。想说啊，吼，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女丑，就是除了平常面搞笑嘻嘻哈哈以外，还是要有一点外在。让玛丽亚成功瘦身的秘密来自日本最新的升温燃脂法，是市面上唯一吃了会发热的燃脂胶囊，专门打击体内的惰性脂肪，让平常就算运动节食都瘦不下来的地方都成功甩掉，能让瞬间体感温度上升2度。原理来自于胶囊内添加了北海道专利山葵叶萃取，在日本拿到肥满防止剂与体热产生促进剂2项专利，达到强度运动燃脂的效果。另外胶囊中添加的日本专利枇杷叶燃烧分解后的脂肪代谢瓦解排出，还有来自日本的白姜黄素吸收率高，还有丰富膳食纤维，可以将体内多余毒素与废物分解排除，透过燃脂、清脂、排空3管齐下，达到瘦身效果。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们现在那种药妆店大家都在抢着买，就日本最新的升温燃脂法，它是让你的体感温度提高，很像你喝了热汤的那种热度，是不会到说哦让你心悸或整个人很躁动。我的体质不太容易流汗，我以前都要做1个小时的重训，然后再加半个小时的有氧，我才会开始流汗。可是这个它就是，譬如说我1天2颗，然后我的体感温度都是上升在2度的时候，我去运动，大概前半个小时的重训，我就会流汗。热燃鲜在日本推出之后，仅仅21天共减掉日本国民3500公斤，让爱美又享受的人多了健康减重的新选择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